年前所出版的《做自己与别人生命中的天使》这本书当中，袁长硕先生他以他平常热心公益的精神，他期许也提醒我们，不一定要等到有钱才能付出。事实上，付出是一种精神，也是一种能力。在这本书当中，传递了很多感人的故事，那也让我们看到，也让我们体会到，这世界还有爱，还有希望。你是自己生命中的天使，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自己的未来。但是你如果在愿意更愿意做别人的生命当中的天使，你的生命将更加圆满。想国中三年的日子即将到一个段落，家长今天就以这两句话找到